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上课咯。第一课，我的个人小档案。单元一，请你跟我这样做。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做。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跟我这样做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认识几个生字。请，请。你，你。跟，跟。我，我。跟我，跟我。这样，这样。做，做。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念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做。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跟我这样做。现在轮到你们来唱喽。